门口开开啊！你是买风台线？线开开啊！哦，安尼无要紧。风台就大，爱等下经理啊！先开落去才打算。规间全物件，做仓库。大家好，我叫吴声威，总统参选人，蔡英文当然坐中间，那柯文哲坐哪边？民进党立委柯建铭看怎么可以叫柯文哲坐到蔡英文旁边？柯文哲看了一下，这个挪动一个位置跟蔡英文中间，意思要卡一个人。加薪饼，头前薪饼饼。四点我搁出门呢。先拼这拼拼好不好？